高雄市政府经发局驻眼在地产业升级转型，创造高阶工作机会，带动三级商业服务业发展。近期特别启动企业优化顾客体验辅导计划，为请专家针对老四川及本格烧肉等餐饮业者提供咨询辅导服务，根据需求规划品牌行销、导入送餐机器人及云端服务等，协助业者改善经营体制、优化顾客体验、强化市场竞争力。